光眼的意思其实是他的视神经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其实是在全世界他的致盲的疾病它是占第二位。那但是如果是不可逆的视力变差的话，它其实是第一位，因为它的人数真的是很多。它其实也是一个老化的疾病，所以年纪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另外是高度的近视或者远视，它也是造成一个青光眼的危险因子之一。那有些人是有一些家族因素，家族遗传，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的话，病人也可能要小心他之后也可能有青光眼。第四个可能是一些外伤，或者有一些长期用类固醇的病人也要小心他的青光眼几率也会比一般人高。这样它其实是一个视神经的萎缩退化。那它的萎缩的原因有可能有两种，一个是眼压相对高，可能对它做产生一些压迫；第二个可能是因为血液的灌流不足，就是给他营养的那些血管带给他养分可能太少了，导致他慢慢的萎缩这样子。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眼睛是一个密闭的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充满了水，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水龙头把水灌进眼睛里面，那也有一个排水孔把水引流出来，那水进去以后就会有维持一定的压力。那我们青光眼的病人有可能是他排水管排得不够，所以导致水一直灌进去但是排不出来，那在眼睛里面的那个压力就会随着一直灌进去的水越来越水涨船高，那就可能导致压迫到眼睛内的构造，那压迫到眼睛内的视神经的话，就可能就是导致青光眼的这个疾病这样子。这个是眼睛的剖面，这个是前面，这个是后面，那中间这有一个构造叫做睫状体，它是分泌眼睛内防水的一个构造，那它防水分泌出来才能撑住眼睛的眼压，把眼睛的结构撑起来跟给予一些养分。那正常分泌的水之后，它会从中间的瞳孔流出来，流到前方，再流到鱼角这个地方，鱼角这里有一个小梁网跟通道可以把这些水排出去。那青光眼的部分可能就是说大部分有可能是这个排出的通道，不论是因为这一个构造往前压导致排出减低，或者说这里面的排出的压力太大，水出不去，导致整个眼压的升高。